比赛马上开始。首先获得球权的是客场作战的深圳队。贺新宁这小伙啊，打球是非常的积极，曾经也是被租借到了这个北控队。嗯，打球，阿布杜最近的状态很好啊，被打固拳，强烟雾再退，哦，二加一打住。阿布沙拉姆的个人状态非常出色啊，是，最近的四场连续20加，是，这也是职业生涯首次。嗯。最近呢也是入选了全明星阵容。嗯，啊，阿布杜沙拉木进步啊，就是非常非常的明显。给到篮下，沈子杰，好球啊！周玉祥传到了空位，又是阿布杜。阿布杜的状态真好啊，没错。处理的真聪明，嗯、在防守。啊！封之前把这个球早早的就传到了前面，嗯，太早吧，又吸引不到防守人对他的这样的一个阻挡啊。没错，你看这段时间的小高潮完全来自于阿布杜个人的进攻表现以及传球。高，嗯，但是其实是一个有三分篮子的球员，亚当斯往外分，哇！准呀，关一个啊！哎呦，阿布杜今天是真准啊，非常的果断，终于打进了。是，哦，这个球好球啊！这就是阿布杜沙拉木的经验。嗯，在防守反击的时候，超越了杨林伟，然后呢，他不往前走了，嗯，顶住，然后呢，手指一指，一个反吊球，他还是非常有优势的。传球出现了失误，三打一，背后基地给到阿布杜，漂亮！阿布沙拉姆拿到了16分，哇、哦！你跟投篮很有迷惑性，是他不看篮筐，那、嗯、是单外援。嗯，阿布杜。上来之后就得分啊，18分了，又是来自于哈达迪的传球，里根给予回应，短了，哦，又是阿布杜，阿布杜这个比赛嗅觉太好了，是，完全靠脚步移动速度啊。哎呦，这个球好！孙同林呢做假传球往零度角的里根那儿看，嗯，然后，哦，好球！阿布杜说没办法，站到这个位置实在是没办法，是。曾令旭往篮下给，还是给阿布。啊，曾令旭和阿布沙木两个人的关系啊。6秒钟夹击，3秒再给阿布杜，这是机会，哇，准啊，就是极限操作啊，嗯、阿布沙拉木进的，高度优势太明显了。阿布杜送上了 MVP 的喊声，30分了。果然利用哈达迪的过渡，接到前场安全过渡也就不攻了。这样呢，全场比赛结束，新疆队在自己的主场是110比106。